者汪所海台北报道。DJ Diesel 蔡诗芸推新单曲 Shanghai Was Lit， 接举办媒体参事，找来好友兼战友的顽童 MJ116 瘦子到场打气，透露两人关系就像家人。不过对于蔡诗芸狂被 IG 放闪老公王阳明，瘦子仍忍不住笑亏，就尽量不要看了，哈哈。Pasha SHANGHAIWASLIT MV 时，他挑战穿礼服及高跟鞋自由潜水，也为了画面完美设计戴面罩，倒是冰冰被水呛到。但其实他三岁时就被爸爸丢到游泳池里学游泳，国小国中也经常比赛，现在也常和老公潜水，最希望能和老公重游马尔蒂夫。王阳明目前在国外拍摄网路剧，夫妻两聚少离多，最久要一个月才能见面。不过蔡诗芸透露自己非常信任老公，彼此靠天天传讯息照片保温感情。甜蜜说，男人需要有自己梦想跟事业，我觉得这还蛮重要，给彼此空间做自己想要的事情，在一起就约会啊，很甜蜜，我非常信任他。结婚两年多的他们问计生子进度，他笑回顺其自然吧。至于未来会否考虑找老公合唱，蔡诗芸还没反应过来，一旁的经纪人就猛点头，他笑抱王阳明耳会在车子里唱歌，也会带一点吉他，最后不忘大赞他歌声性感，好感情不言而喻。蔡诗芸又和好友瘦子一同合作，盈盈乐提供蔡诗芸发新单曲，盈盈乐提供